俗世是什么人呢？你问的是他。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入宫，才有十几个人，七八条枪，与皇军追那我是晕头转向。我归了阿青嫂，他将我水缸里面把身藏，他那里提壶取水，面不改色，无事一样。轰走了东洋兵，我才躲过大难一场，似这样。救命恩恩忠臣，我忘恩虎谋，我将一起中当报偿。胡司令，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，那也是我急中生智，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啊？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呢。啊参谋长，烟不好，请抽一支啊。胡司令，抽一支。好好好。不许